上帝和你就把老婆让给王鹤棣吧。或者樊琪明明盾牌都直残了，秦霄雪还是幼稚的泼上了白鹿，王鹤棣霸气讨回公道。你干啥呀？白鹿泼完水就往王鹤棣身后躲，王鹤棣一只手拉着白鹿往身后送，一只手在前面挡着秦霄雪。陈法师默默的把手放在白鹿后面挡住伤害。白鹿，你待会儿这样缩一下啊，对，摁一个感受一下。老秦正磕 CP 呢，不然就给我一嘴巴子。来一个吧，杀！秦霄贤，我也是你们不赖中的一环吗？录不了了，录不了了，录不了了，录不了了！打我脸！哎，我翻脸了！啊，我还等王鹤棣呢，我还在那看他呢，他给我一大嘴巴子！我看试试还没磕到我们和颜悦色。王鹤棣，知道这一手的温度来自你心里这一刻。今天带来附加的是雨琦和白鹿。白鹿，加油！雨琦，哟哟哟，让我们看看你的新欢。已经就飘过去，好可惜你没发现我躲在角落。我也不想磕呀，可是他俩的爱意都快溢出屏幕了。怎么是当时会许我们总没想过真爱，到现在突然期待。这到底是抱球还是借着抱球抱人啊？别人都是专心接球，他俩球没接到，人倒是实打实的每次抱上了。想念你，可是我刚刚才遇见了你，我怀疑这奇遇是个错觉。不是，谁在赢了游戏就抱，又赢了又抱的呀？哎，干啥？你干啥？你们在偷下面吗？等我，等我。借口像夏天的可乐，像冬天的可可。谁懂啊？王鹤棣就像回来一趟带回个女朋友的感觉。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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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